什么情况？这恐龙能跑9000的速度？没错，最近国际服的恐龙地图加速非常火，这期就来分享两张可玩性高的地图，其中一张是10000公里车速，代码是这个。我在这张图骑着恐龙最高跑了9000的速度。哎呦我去！不过开局的恐龙只有一只，想抢到也只能用点小技巧。我们可以在开局等他们先跑，然后打包载具再过去抢。另外一种是在倒计时的时候开车，等正式开始的时候，你就会被刷在恐龙面前。这年轻人，我这样就能快冷一步。可惜的是，这张图主要是体验速度的快感，想过关还是有难度的。